大部分。像画画的话啦，我真的觉得自学比较不自学就好了，不需要特别花钱，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画图说辞啊，还有那些大大分享一些什么绘画的过程，然后会教你们那些方法。啊，我的话就不要学了啦，因为我也是全都靠自学的，然后就是学。就是你那个绘图软体摸一摸之后，那大概去看人家怎么画，就大概知道要怎么调。只是我懒得去弄那些，太麻烦了。因为我就习惯一个草稿图层、线稿图层、色稿图层，就这样而已，三个图层。啊，很多人画头发的，光是头发就用了7个到8个图，7个到10个图层，啊，还不算皮肤的。那、啊、画完之后，还有一些什么背景跟全荧幕的调，有的没的，图层中到20几个。啊，我就是懒惰的人，我都觉得我自己不太像处女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处女座龟毛嘛，我龟毛是龟毛，可是我觉得我也不完全是处女座啊。我觉得我最像处女座的点就只有击败这一点而已。就很鸡掰，很龟毛。我幼稚园和初中有外面学，但是回到家里画跟画室完全不一样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嘞？这之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换游戏喽。抗挫力回不去。对啊，所以很多人什么叫我画在纸上，我说不行啦，不能 Ctrl 力会完蛋啊。哦，不会啦，你随便画，人家都喜欢。塞嘞，那时候就兔窝聚会，我就这么随便画一个东西，那么兔窝有个叫圈圈的，他就直接问了我一句话，教主，你画的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说就有人说随便画你们都会喜欢啊，他说不是啊，你画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呀、啊？我说一棵树而已啊。一棵树哦，说 对呀、啊，一棵树啊，哦、你知道他当时回了这个是什么鬼东西的时候，我心里多难过吗？我说你看不出来这是一棵树吗？他说我知道啊，可是你为什么画一棵树？这太多了啦，这能分解吗？好，不行，哦嘞，熔岩方块可以。好了，我们先换游戏，这个之后再讨论，之后再继续。看一下哦，靠边呐、啊，唯一一个生物有没有？是这一只牛。你看，我把画面移过来，没生物了。我的天呐、啊！试试看哦，选项捆和平。啊，看到和平号，刚刚不是100多个吗？现在变99个，为什么99个？97、98，蝙蝠吧。然后选项，你们看到这边一直升，一直升，一直升，是附近升怪了，但是我前面的视野完全没有怪。哇！我要这边标记失败的升怪塔。不然就是我挂网要去很高很高的地方挂网，离地100格吧，就让怪生在这边。那我们就换游戏吧。好，看一下游戏怎么开哦。我还没抓啦，这游戏。哦，等一下，会不会声音很大声？
等一下哦，我怕声音好大声哦，音量控制，不要给我蛋宕机哦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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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。然后等下哦，游戏新增，游戏截取新增，新增来源，这叫什么 ？DEADGODS。爬塔。新增来源。特定截取视窗。这个。完成。呜。感谢你参加无间的抢先体验，我们的游戏还在开发，哈、啊、还在开发，确认一，哦靠一，哇，等下声音，键盘图形，但是电脑画。不受颜色控制，是啊，你就不用买颜料哎、欸，释放暴神。好啦，这个其实我也没有看其他人玩过啦，因为我只知道这个游戏现在有些人在玩，可是我就没点进去看，我也没时间看，我很难过，都在开台没有时间看人家玩游戏了。啊，我换一下游戏分类哦、喔。DEADGODS 找不到该游戏分类，好哦。MINECRAMP 好啦，玩麦块嘛，然后更新，然后游戏名称什么？吃个饭，马上去地狱。好，属性，游戏名称 D E。ODS 完成。哎、欸、喂，你要走多久？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觉得《印加宝藏》真的可以出个手游还是怎么，很好玩。用火炬照亮周围，并点燃。哦，然后嘞，攻击，左键攻击，二次切换。一是拿火把，按二之后变成攻击或是开枪。啊，三没有东西。好，哦，点火把，好。咦，喂，好晕哦。哎、欸，可以挡哦，可以防御哦。好，虚浮的是防御，空白键是滚。我真正开始画画，我有讲过啊，我是大概21岁、22岁才开始画。这游戏我那时候大概看了一下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手？这个手就是你会一直好像，你要这怀有没有这个画面很眼熟？对，就是爬塔游戏 ，STARTS 开始嘛？那是什么？哎，我不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钱嘛？啊，这个又是啥小 ？RELIC 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不知道哎、欸，他都没有。亲手教学吗？这感觉就是有那种祭坛可以拿来用啊，这是打怪吗？啊，这个好像也是打怪。好，我们去拿钱吧。然后就是你右下角那个东西，就是你好像诅咒的纸。
教主唱歌超好听，我又没一直唱歌过。跳怎样？啊呜！砰砰砰！啊砰！我砍！啊砰！啊砰！砰！我好像白痴哦！天啊，干嘛？小鱼在不在啊？应该叫小鱼来玩这款游戏。一片一片，辅助盾有20%几率，无特殊力量拿，好吧，这样就没有枪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久以前的海绵宝宝，那好久了哦。那时候我根本连录影都还没录影哎。那我更棒哎！天哪，把这个点燃，我之后有录一些音啊，可是录完之后环境音太多了，录到一半可能就是有那种救护车经过，或是外面有人在那种东西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因为那时候海绵宝宝唱的是有点不敢开嘛，你知道吗？机神豹，你获得的相啊，你获得相当于所受的伤害。哇！我看什么鬼？这样子吗？哦，妈的！好看一下附近。小远晚安，下面拜拜。得多，抱歉呐、喔，谁会哦？哦，是这个的意思哦、喔。这个好像是会增加20点这个诅咒值，所以我快爆了。黄金发现量加25%，生命上限加25%，黄金发现量加25%，这什么意思啊、欸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、欸。献祭鲜血，献祭黄金。哈，他有没有新手教学啊？需要新手教学。我有750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直接把我750块都拿走吗？啊，先写啦。好了。96，再来，我们去拿钱。话说，繁星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甜点？好奇问问。甜点哦，现在我不喜欢吃太甜的了。我喜欢吃甜点吗？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过你说现在想吃什么甜点的话，我想吃乳酪蛋糕。我好久没吃了、哦。进入圣坛神庙之人，用生命精华都没有浪费，只要能明智使用协议和结议的价值远超过重金属，小型可摧毁的物件不再含有黄金，而是注满协议，协议换了某种治愈作用。来靠腰啊！对不起，骂脏话。哇！我滚了！我搞、哦、能量不够滚。这啥？响尾蛇武器，连环终结技不再耗体力啊，就是这个了。在干嘛？干嘛？怎么变这样子？酷刑就当敌人被黄靖所杀时可回复。拿。那、这个又是什么？若周围只有一个敌人，只会造成暴击。啊，感觉比较好哎，一二三四，哦，是指这个哦，哦，哎、欸，是不是亮一点比较好啊？不然它一直显示这个，感觉哎，稀烂呢，是这个意思哦。感觉就是要点亮啊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游戏有没有新手教学啊？那个有玩过的？五。我靠！啊，一二，啊哒，啊哒！有没有点亮火把的地方？空袭来了！来来来，靠近靠近靠近！阿辉，他爆了！来，好，干你！哇！按错了。屁啦！
把他敲破了啦！哇，死了！这游戏是什么玩意？不懂。下一个，我知道这边是点，好像点天赋的地方吧？可以自己选天赋来点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只要敌人骑我，便有50%几率虚弱一段时间，不适于队长或头目。 攻击时承受的伤害减少50%，且无法被打断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没有啊，要怎么拿 ？WIP？ 要考试了，考试加油欸！他们新手教学啊。 照亮被动，照亮光明的阴暗角落。火焰能烧最卑鄙的恶魔。允许使用一个死亡符咒，我都没有啊。统计宝典，行囊。要怎么离开这游戏？系统选项，储存并退出。 来，我看一下，欸，没有欸，修补程式说明，那这是网打开网页，那选择不是，没有欸，他就没有教学，就直接打哦，好吧，我们自己慢慢摸吧。不是啊，请问钱能干嘛？钱带不走吗？那这个是干嘛的？ 偷偷戴耳机挂台，哇！你戴耳机考试，你这样被抓到，啊，不就是考试零分了？零分计算什么之类的，有吗？有这东西吗？哎，暂停近战武器攻击释放，什么意思？这样。 高阶战斗技巧，一系列主要武器攻击后，紧接着一次辅助武器攻击可发动随手连击。若蓄力过完美，可发动。这是新手教学了吗？哇！ 骨头吗？骷髅哟，北七哦，看一下哦，这样子，体质，哎，我知道了啦。然后右键释放时，就远端武器可发动强大的完美一击。 什么意思啊？
带一系列主要攻击，带一系列主要攻击后，紧接着一次辅助攻击，一二三四五，不是啊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，哦，一二。我的天！真的难呢。早滚了，早翻滚了。攻击杀怪物时提升五秒钟，喂，摸摸黄金豹，哇，钱不够。感知加二，感知加三。来去爬文看这游戏怎么玩好了，不然都不知道。神庙生物造成伤害不仅是肉体，有时会精力造成损伤，受到伤害会导致感官幻觉。哇哦，就是爬塔的那种负面效果啊！啊，我的火嘞，那火怎么不见了？在干嘛？吃这个补血，但是会加这个，哇哦，早知道不吃了。其实算好玩的。哇，八十了，屁啦！啊，我怎么这不见了啊？幻觉是不是？看到幻觉了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可以退款啦、啊？感觉这游戏不适合我啦。蓄力足够，造成完美一击。
我看到的是幻觉。哇！生命上限加二，发现黄金量。我刚怎么看到我从什么东西加六十？那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呼呼呼呼呼！哦，血对不对？干补血会加这个哦！呼呼呼！啊呜！啊呜！怎么又是这里啊？那个是补血的哈、啊，算了，补一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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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加血量，好，我记得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看过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暗影话语。暗影可能欺瞒双眼，解剖他们，让敌人无法说谎。常规敌人站在暗影薄雾中会隐身，可用光或者是攻击让隐身。哎呦喂啊！我的妈呀！喂、欸，这画面变黑真是太北七了，好吗？哇！
这个点对不对？哇哦！嗯。